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小宠哥，小宠哥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。小宠哥，你跑到瓷器里边干什么呀？我在里边打了个盹儿，可舒服了。你也进来试试。你可以变小身子，我又不会变，怎么进去呀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你不会变身了。不要玩了，小宠哥，我还要画画呢。爷爷的兵马俑你借出来了？那当然。哇，真漂亮，这兵马俑制作的惟妙惟肖，怪不得爷爷视如珍宝。连兵马俑你也懂？当然了，无论哪朝哪代的古董我都见过。算你厉害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赶紧把它画出来，明天美术老师要收作业了。小宠哥，你过来，看我画的怎么样？虽然不是很完美，但已经很不错了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是牛牛啊。出去玩？还有小何。好啊，我马上到。拜拜。哦，你要带着兵马俑出去玩？对，牛牛总是拿他们家的东西出来炫耀。这回我要杀杀他的锐气。哦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在牛牛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。嗯，笑笑，
哎，虚荣心这么强，早晚会出事的。这么普通的兵马俑也算是古董啊？你不要乱说，这兵马俑是秦代流传下来的，当然是古董了。这兵马俑看起来很旧，一定不值钱。古董越旧越值钱，你不知道吗？切，这么旧的兵马俑，你就算是白送给我，我也不会要的。哼，把它还给我。还给你就还给你。完了。小宠哥，小宠哥，啊，小宠哥，我在这儿。小宠哥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呀！出什么事了？爷爷的兵马俑弄碎了。那么珍贵的兵马俑你竟然弄碎了。我也不想的，这完全是个意外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你能不能想办法让兵马俑好起来？你去向爷爷认错，爷爷会原谅你的。这个兵马俑是爷爷的宝贝，我再三哀求，说是为了完成美术课的作业，爷爷才借给我的。要是让爷爷知道我拿兵马俑去炫耀，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。这，要是让爸爸妈妈知道，他们也会责备我的。小宠哥，你帮帮我吧。你先让我想一想。有了，有办法了。变，看吧，我让你帮我想办法让兵马俑好起来，你变出一把伞干什么呀？这可不是一把普通的伞，它是时光穿梭伞。时光穿梭伞？不错，这把伞可以带我们穿越时空，回到过去。回到过去干什么呀？我们要在兵马俑摔碎之前阻止这件事发生。我们怎么阻止啊？你不要拿着兵马俑出去炫耀不就行了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来，站到伞下，我们这就去。好。这还是我的屋子吗？兵马俑在哪儿呢？啊，兵马俑在这儿呢。哦，牛牛应该在这个时间给你打电话了。喂，牛牛，你知道数啊？是我猜的。这个时间除了你还会有谁给我打电话呢？哦，出去玩。好的，我马上到，拜拜。你要把兵马俑送还给爷爷？只有这样我才会安心的。也好，不过要快一点，我们不能在过去待得太久。我知道，我这就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哥哥，咦，你手里拿的是爷爷的兵马俑吗？是啊。哥哥，给我看一下可以吗？不行。就看一下都不行啊。不行，这个兵马俑很重要，谁都不能碰它。真小气。你这样对 TT， 他会一直认为你小气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
只要这个兵马俑不出事儿就好。笑笑，嗯，妈妈，家里没有酱油了，你去买一瓶回来吧。妈妈，能不能过一会儿再去呀？为什么要过一会儿啊？我要先把这个兵马俑交还给爷爷。你把兵马俑交给我，我去还给爷爷吧。不行，妈妈，我要亲手把兵马俑交还给爷爷才行呢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个，笑笑答应了爷爷，用完之后亲自交还。笑笑不想失信于爷爷。哦，是啊，妈妈，我答应了爷爷。这样吧，那你们快一点吧。哦。奶奶，爷爷在家吗？你爷爷出去遛弯了。啊？哎，你手里拿的不是你爷爷的兵马俑吗？是的，奶奶，爷爷借给我画画用的，我用完了来还给爷爷的。哦，那你放在这儿就行了。嗯，不行的，奶奶，爷爷是在书房里把兵马俑交给我的，我要把它放到书房里才行。笑笑真是好孩子。事情办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嗯，我们要不要等到爷爷回来看过兵马俑之后再走呢？不用了，我们不属于这个时间的人，待得久了会出问题的。我们快走吧。你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们。你们是在我刚才读书的时候进来的，是不是啊？以后进入他人房间之前，要先敲门，经过同意才能进来。是的，爷爷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爷爷，您的兵马俑。哦，你奶奶已经跟我说了。爷爷，没有别的事儿，我们先出去了。去吧。哎，小丑，我们成功了。慢点，慢点。牛牛，你说这块玉石是古董？那是我爸爸刚买回来的，秦代的古玉，价值连城。你怎么知道这是秦代的古玉？一看你就是不识货。你瞧瞧这儿。有个秦字，不见得就是秦代的玉石啊。我爷爷的兵马俑也是秦代的，上面就没有秦字。你这么说，就是怀疑我的玉石是赝品了。你爷爷的兵马俑才是赝品呢。我爷爷的兵马俑绝对不是赝品。那你拿出来咱们比一比。这个怎么不敢比？那就说明你爷爷的是赝品。比就比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去拿。爷爷在家吗？你爷爷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啊，这个……笑笑，你找爷爷有什么事啊？我想借爷爷的兵马俑用一下。啊，借给你我们放心，自己去拿吧。谢谢奶奶。
真吓惨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小宠哥，小宠哥，小宠哥，哎，小宠哥呢？小宠哥去哪儿了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笑笑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伞坏了，伞坏了，伞怎么会坏呢？一定是你刚才乱动，把伞弄坏了。小宠哥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，我们再回到过去吧。又出什么事了？兵马俑又碎了。啊，兵马俑怎么会又碎了？牛牛拿着他家的玉石炫耀，我想跟他比一下，谁知道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我们快点吧，一会儿爷爷就回来了。可是伞现在坏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哥哥，嘿嘿，哥哥，爷爷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苹果，我们去吃苹果吧。你先去吧，我过一会儿再去。好的。小宠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也没有办法了。你再想想办法，一定要救我呀！不如你去向爷爷认错吧。认错？牛牛，笑笑去了这么久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我看他是拿不出古董，不敢来了。那你们就不要比了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不，今天非要跟他比个高低，我去找他。哎，牛牛，你第一次拿兵马俑出去炫耀，是虚荣心在作怪，这次也是一样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牛牛先拿他家的玉石出来炫耀的。如果你没有虚荣心的话，就算牛牛炫耀，你也不会在意的。这个回到过去的做法，不是在弥补过错，而是在逃避和掩饰。那我该怎么办呀？事情既然发生了，就要勇敢地去面对。一个人不怕犯错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兵马俑是爷爷的宝贝，爷爷会原谅我吗？那就要看你是不是真心悔改了。好吧。爷爷，我是笑笑。进来吧。笑笑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爷爷，我是来向您认错的。您的兵马俑我不小心摔碎了。笑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都怪我不好。牛牛拿着他们家的玉石炫耀，我的虚荣心作怪，拿着您的兵马俑去和牛牛比试，没想到我……哎呀，笑笑，虚荣是一种表面、虚假、暂时的荣耀，对人百害而无一利呀。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请您原谅我吧。这次爷爷原谅你，以后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。谢谢爷爷。哥哥，牛牛在外面找你，说要跟你比古董。笑笑，我等你半天了，你们家到底有没有秦代的古董啊？牛牛，你回去吧，我不跟你比了。什么？你让我等了那么久，现在跟我说不比了？不行，非得比。你先别生气，听我说，我当时是虚荣心在作怪，我现在不再虚荣了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比。我不比了。笑笑，时光穿梭伞修好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比啊？比什么？比古董。
你笑什么呀？不用比了，你这玉石一看就是赝品。你胡说！你不信的话，咱们可以用这把时光穿梭伞查明玉石的来历。我们这是回到秦朝了吗？没有，这是你家旁边的胡同。难怪这么眼熟。爸爸，别喊！咱们是穿越时空来到这里的，不能让你爸爸看到。您仔细看看，老板，这可是秦代的古玉呀！您上眼往这儿看。多少钱？原来你的玉石是你爸爸花800块钱买来的。怎么了？800块钱就不能买到古董了吗？你们看。你慢走。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古玉呢？那还用说，肯定都是假的。哥哥，刚才爷爷说他的兵马俑不是真的。他说真正的兵马俑和人一样高，爷爷那个只是个工艺品。原来都不是真的呀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虚荣心在作怪。小朋友们，看了今天的故事，你们想到了什么呢？对，虚荣心和攀比心是要不得的。虚荣是一种表面、虚假、暂时的荣耀，它会导致盲目的攀比，对人生百害而无一利。我们应该把自身的价值建立在帮助他人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之上，脚踏实地的时时反求诸己，这样就可以得日进，过日少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9月13日星期二，时间上午8:30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诚征义工，洽询电话04923159999，04923159999，地点南投县草屯镇振兴街70号。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，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，以佛法来助人，所以宣说佛法，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，好好的实践佛法。我所宣说的佛法，以易实修、易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，注意较大，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实践佛法。请问仁波切，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要如何解决？仁波切回答：我们多多关照自己的内心，怀着什么样的心来面对现实的困难，才能得到幸福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以我之见，生而为人，我们应想尽办法做一个好人。内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最主要的是修行人，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要有利益其他众生的心，透过善良的心，就可以走上幸福的大道。因此，作为一个善良的人，具有利他之心者，不仅自己幸福，而且还要带给社会和乐。